来，第三次挑战开始。又来！哎呀，烦死了！怎么玩？亲，灵魂快要出窍，感觉真好哦。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 眼神，刚我他确实我出来了，这个不用回放了吧？这个应该不用，怎么回事？我不用看，我知道，不看了，不用看了。啊，没事，我想看。行，灵魂快要出窍，这感觉真好哦。对着我。 现眼包，真是个现眼包。耶，王鹤棣，你刚才出了错，我感姐姐去闯了祸。不要说话了，你这个姐姐里面的现眼包，姐姐里面的现眼包。<笑><笑>你还是说出来了。小学生吵架吗？我也会。最好亮你们现眼包，敢说我？陈峰现眼包，你现眼包，你现眼包，大家都是现眼包。<笑>哇。 你们的所有表现，赵赵老师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你们对舞台有没有一点敬爱？嗯。<笑>